迎嚟到學界體育比賽嘅時間。今集我哋會一齊回顧1011學年學界羽毛球單打比賽嘅精華。仲會有葉炳輝葉 Sir 教大家點樣打羽毛球。現在係葉 Sir 出場嘅時間。各位同学，今日我哋介绍一下羽毛球场地。一个羽毛球场地包括咗单打界线同埋双打界线。双打界线就系最外边嘅条界线，最外边一条叫做边线，同最下边一条嘅底线，即使系我哋最阔嘅位置就系我哋双打界线。咁样前面呢条界线有咩用啊？前面呢条界线系每一次我哋双打嘅时候，每一发球咧系我哋嘅发球底线。好似呢位同学咁样。麻烦你唔该开一个球过嚟。如果呢个球落喺呢条界线嘅底线嘅前面，就为之好球，正球嚟嘅。至于前面呢条界线有咩用啊？我哋系用嚟咧做发球界线，同埋呢个嘅接发球界线。发球界线嘅意思就系我哋唔可以发球嘅时候踩住呢条界线，但系我哋开球嘅时候就必定要将嗰个球开喺呢条界线嘅后边。先至为之系一个好球。好啦，我哋讲下呢条发球界线，好似呢位同学咁样，企喺呢条界线嘅前面。发球界线同埋接发球界线咧，其实都系同一条界线嚟嘅。发球嘅时候，我哋唔可以踩界，接发球都一样。好，咁样呢个同学唔该开一个短球过嚟，开一个球具睇一睇。如果呢个球开过嚟嘅时候，开到咗呢个场呢、这个地区咧，就为之一个好球。我哋继续讲解一下呢条中线，呢条中线咧就系我哋将佢分开咗左边同右边。当我哋发球嘅分数系左边嘅时候，我哋企喺自己嘅方向咧左边；双数嘅时候，企喺我哋自己方向嘅右边。如果发球嘅一方系单数嘅时候，就企左手边。呢、这个时候咧，我哋就以单打嘅方法嚟计分。咁样我哋睇下呢位同学，唔该开一个球过嚟。我哋每一次开球嘅时候，都要规定一条球咧开喺对角线，即系佢左方嘅时候要开喺 对手嘅左方。由于单打人数比较少，所以个场地比较细，因此个边线都比较少嘅。里面一条咧就叫做边线，单打边线。最后边一条咧就是单打嘅底线。至于前面嗰条界线咧，我哋咧就系冇用噶啦。今届女 B 一共有13个人参加比赛，经过小组初赛同埋四强淘汰赛之后，白色球衣盛若瑟嘅梁清心同埋蓝色球衣圣保禄嘅王洁莹啊，双双杀入决赛。梁清心系上届冠军，今场咧被提高一线，不过一开波咧未站稳阵脚，就连输五分，落后0-5。虽然之后咧表现正常翻啲，但一直啊未能够追翻开局嘅差距。第一局的转捩点就是梁清心8-14落后紧的时候，王洁莹打到连拍都跌在地下度。之后梁清心信心大增，在9-16之后越打越顺，连抢三分追到12-16。之后士气如虹，一路追到19-20。梁清心发球高调后抢，哎呀！王洁莹太心急了，打了出界，梁清心追到20-20，双方要打吊时了。梁清心继续发球，都是打后场，王洁莹又吊回后场，可惜又出界，梁清心连追三分，反超前21-20。继续是梁清心的发球，讲实力两个人都是相差无几的，打波都算机灵，好波啊！王洁莹前后场都充分利用得到，追回一分21-21。王洁莹发球，女子发球一般都以后场为主。王洁莹嘅落点变化好大，一左一右啊，将梁清心啊调动到妥妥零。现在反超前22-21。王洁莹开波，表情睇落都系相当之冷静噶。咁佢冷静啊，梁清心就心急啦，打咗出界，大好形势之下失利。王洁莹以23-21先拔头筹。好似斗零打得相当之紧凑，上半局分差都喺2分之内，一直打到9-9平手。
梁星森的发球，两个人打法都是有点相似，落点变化相当之大。梁星森再度领先10-9，之后又连赢三分，一口气抛离13-9，为赢这局奠定了基础。之后梁青森越打越上力，充分发挥落点灵活多变的特点，一直保持4分左右的领先优势，最后以21-15获胜，局数追成1-1平手。在决胜的第三局，信心大大提升的梁青森一直领先，不过5-3之后又有少少走样了，给了机会王洁莹，这位圣保禄球手亦都把握得到，很快脆又追到5-5。之后两个人叮当码头，试过6-7、8-9、10-0，两名球手打波来回不算多，力量不算大，胜在落点节奏又掌握得不错。随着王洁莹打街，青森领先11-10，双方交换位置，本来你追我逐的紧张局面亦随之大变。梁青森保持水准，王洁莹突然走样，在11-13之后频频无谓失误，行人止步。梁青森越打越顺，最终连赢8分，以21-11赢了第三局，总局数2-1反败为胜，卫冕成功。我睇睇呢一组嘅总名次人，冠军梁青森圣约瑟教区中学，亚军王洁莹圣保罗学校，第三名系圣心英文中学嘅余婷玉。因为始终少，即系准备得太少啦，即系多测验咧。跟住準備得少，跟住之後係咯，所以啲體力差啲咯，啲波路差咗啲咯。咁出年升 A 組啦，其實自己有冇啲咩目標咁樣？出年目標攞冠軍咯，都係係咯。今届南 B 有31名球手参赛，经过小组赛8强淘汰赛洗礼，黄色球衣越华嘅冯正安，白色球衣澳门方丈学校嘅何星耀咧喺决赛碰头。两名球手实力接近，打法尚算全面，虽然技术有乱咗啲。第一局初段双方咬得比较紧，一直打到5-5平手。之后咧赛事有变化啦，何星耀连续失误，冯正安连赢5分，拉去到10-5。何星耀突然走样，对手当然不放过啦，一直带住5分左右的优势，在13-9之后又一次连赢5分，现在领先18-9。大家见到两名球员都是很有耐性，长短结合左右开弓，用尽了整个球场。随着何星耀打了出界，冯正安遥遥领先19-9。最终以21-13先下一城。第二局赛事峰回路转了，何星耀吸收了教训，日开赛就抢了主导权，领先6-3。之后一度被对手反超前8-7，但之后又复苏。这球强力的扣杀斜线又得分，帮助他连赢4分，反超前12-8。拉开了距离，何星耀顺风顺水带到17-13。这个时候赛事又有意想不到的战况出现，何星耀稍微放松，冯正安乘势加强主动性，进攻又得，假动作又得，一口气连轰6分，19-17反客为主。然而当所有观众都想着何星耀大势已退，偏偏他又不服输了，连赢2球强攻，又追到19-19。看他握了拳头，就是斗志几咁高昂，之后再赢多1分，反超前20-19。何星耀发球，高后场机会啦！哎呀，冯正安心急得滞，打咗出界，结果何星耀几经艰辛以21-19赢翻第二局，局数追平1-1。决胜嘅第三局，双方施展浑身解数，又系你赢一段，我赢一段。冯正安喺4-4嘅时候咧发难成功，几下假动作得手，领先9-4。跟住发挥不稳嘅毛病又发作。轮到何星耀发威，几个起落又是12-13，赛事进入第一波高潮。不过这波高潮似乎冲昏了何星耀的头脑，冲醒了冯正安，他把握住对手的失误，连续进账了4分，超前17-13。
冯正安之后顶住对手个反扑，一路啊带到尾，赢埋呢分靓波，现在领先20-16，吊户咯噃。我败局已成，何星耀咧垂死挣扎，一度咧连赢三分啊，追到19-20，将赛事啊推向最高潮。何星耀发球，我双方啊又斗后抢，进入相持阶段。哎呀，冯正安啊有机会啦！连续两球网前快打，何星耀啊终于招架不住，最终冯正安啊以21-19赢埋第三局，局数赢2-1，勇夺今届男 B 冠军。我睇睇啊呢一组嘅总成绩，冠军冯正安粤华中学，亚军何星耀澳门方丈学校，第三名系澳门国际学校嘅陈家友，第四名镜平嘅梁浩君，第五名啊系联国学校嘅 Jason。女 A 今届有8人参赛，先分两个小组进行单循环。上届冠军冯瑞晴、简咏诗、谭的妮、杨碧珊杀入四强淘汰赛。跟住冯瑞晴在淘汰赛阶段再以2-0赢了简咏诗，谭的妮2-1淘汰了杨碧珊，齐齐在决赛入面相见。冠军前左手边白色球衣的就是上届冠军冯瑞晴，右手边的就是谭的妮，培正学校的学生。无论实力名气，冯瑞晴都是提高一线，初赛都曾经直落2-0赢过谭的妮。这位镜平学生今年最后一届参加学界比赛，不过开赛早段不是太集中，失误比较多，一直未能够甩开对手。谭的妮打得相当之好，一度逼到5-5平手。之后冯瑞晴精神集中翻天，5-5之后连赢三分，燃起了斗志，打得放了很多了。不过谭的妮亦都唔系善男信女，一直咬住唔放。中场休息嘅时候只系落后8-11嘅啫。经过1分钟嘅中场休息，谭的妮虽然有澳门名将陈耀宗教导，但气势未有好转，连续俾冯瑞晴再攞多3分，落后9-14。不过事实上冇咁完美噶，冯瑞晴谂住甩开15-10，实食冇黐牙嘅时候。点知谭的妮突然之间发难，一连打咗几球好波，扣杀又赢，放网前又赢。我随住冯瑞晴打咗出界，谭的妮连攞5分，追到15-15。我俗语有话，姜越攞越烂，喺关键嘅时候，冯瑞晴嘅经验终于都起作用啦，连消大打，进账咗4分，再度甩开对手19-15，为赢呢局奠定咗基础。尽管谭的妮之后攞多2分，冯瑞晴最后以一个大射线打空档埋单，21-17先拔头筹。经过调整之后，冯瑞晴第二局一开波就打醒12分精神，以3-0试下马威。可惜未吓到对手，谭的妮鼓起勇气打得得心应手，用篮球的术语系打咗一节7-1的攻势，反超前7-4，分数气势又反过嚟压翻住冯瑞晴。当然啦，冯瑞晴不是省油灯，及时加强进攻，又连续进账了4分，重拾领先位置，8-7反超前。双方之后打成8-9，在关键的时候，冯瑞晴再拿2分，领先11-9，进入中场休息。休息之后，赛事又峰回路转啦，谭的妮死咬不放，搞到冯瑞晴自乱阵脚，连呢球咁大好的机会都打失。现在谭的妮落后13-14，之后更藉住对手打失追到14-0。赛事预期日日新，今场就有少少例外啦。第二局同第一局非常之相似，双方都试过连攞几分，连失几分，又试过打到15-0。赛事的转捩点就在16-0之后出现，谭的妮球胜失切，先是发失了一球，接着又在没压力的情况之下打了出界，白白送了2分给对手。经验老道的冯瑞晴18-16领先之后出手更加之大胆，这球先调动后扣杀打得相当之好，19-16，不但有3分的优势，更加打垮了谭的妮的信心。最后冯瑞晴藉着谭的妮连续2球大意失误，最终连赢5分，以21-16锁定胜局，局数赢2-0，成功卫冕。
先睇睇呢一组嘅名次啊。第一名冯瑞成镜平学校，第二名谭的尼培正中学，第三名杨吉山亦都系镜平学校嘅。冯瑞成今届夺冠之路咧尚算平坦，四场比赛一局未失，总算是完美结局啊！点啊，冯瑞成咁啊，又卫冕成功啦！今届赛事其实都打得比较轻松啊，系咪啊？都其实都还好啦，都唔系咁轻松嘅，系咯，因为自己即系场啱先都失误都比较多。如果唔失误嘅话，其实你实力系比对手高少少噶，系咪啊？应该我的经验话系咯，即系速度、即系体力嗰啲优胜我去咯。咁其实最后一年参加各届羽毛球比赛咧，都赢咗，其实开唔开心咧？开心啊！终于可以卫冕啦，之前即系优美下系咯，压住咗，所以一直都卫冕唔到咯。今年好开心可以卫冕到咯。今届南美嘅赛事一共有54名球手嘅参加，伍子聪以小组初赛首名咧进入16强，淘汰赛先后击败咗李明辉、郑伟乐、麦俊杰，闯入决赛。蓝色衫就系嚟自浸信中学嘅伍子聪啦，佢嘅决赛对手系白色球衣镜平嘅黄子聪，佢咧先后淘汰咗杨凌峰啊、卢博敏，取得另一席嘅决赛权。今场决赛两名球手嘅实力咧不相伯仲，但打法性格咧就有好大分别。吴志聪打波咧气定神闲，黄志聪咧斗志激昂。喺首盘嘅交锋当中，吴志聪开波落后1-3，之后咧运用灵活多变嘅落点牵制对手，连攞6分，反超前7-3，自此一直领先。不过黄志聪亦步亦趋，以快打慢，一分分咁追，好快脆咧就追到15-手，喺最后关头更加反超前20-19叫和。虽然及后被吴志聪追到丢闪，更加试过落后20-21。好彩在紧要的关头，黄志聪一鼓作气，先追成21-21。之后再积住吴志聪心急接发球长攻打失，反超前22-21。跟住黄志聪又在相持当中逼到吴志聪打了出界，连续攞了2分，以23-21先下一城。第二局的剧本和第一局很相似，不过角色互换，黄志聪14-0之后一度大前19-16，只差2分就可以攞冠军的时候，黄志聪突然失准，吴志聪力挽狂澜，连续打了几球靓波，扣杀放网，吊后场都有甜头，最终以21-19反败为胜，局数追平1-1。大难不死必有口福，吴志聪第三局一上场就改变了懒洋洋的作风，刻意加强了进攻，而且非常之果断，半个机会都不放过，杀对手一个措手不及，半场休息的时候遥遥领先11-3。交换场地之后，这位浸信学生将分差进一步扩大到14-3，但随着这球差事打了落网，被追到14-4，形势又有变化。吴志聪又开始回落，打回原形。他又谂住胜券在握，手握10分啊，打得相当之保守，加上失误咧就越打越沉。黄志聪啊见机不可失，鼓起勇气斗志打直咗对手，打出一段10-1嘅攻势，攞埋呢分已经追到13-15。之后双方射出浑身解数，尤其系黄志聪每赢1分就大叫一声，搞到吴志聪面都青晒。随住吴志聪打埋出界，双方第三局嘅首度平手18-18，赛事进入最高潮。继后双方各得一分，现在打到19-19。黄志聪发球，吴志聪脑筋相当之灵活，落点好刁钻噶，节奏控制亦都相当之唔错，但积极性就差啲啦，优柔寡断。呢球就好明显系俾黄志聪嘅顽强斗志打败咗，20-19。黄志聪呢球打得相当之靓，斗心高昂啊！只要再赢多一分就可以首夺冠军。观众报以掌声支持。黄志聪继续发球，呢位镜平学生出名斗心强，往往就打高一班。机会嚟啦！哎呀，黄志聪大力扣杀，掂住个网紧紧而过，有啲运气之下追到20-20丢时，吴志聪发球麻麻地嘅啫，反手。大力得滞啦，打咗出界，
21-20，转发球，黄志聪又接乌啦，把握到呢一分咧就可以赢波啦噃。咪一开波又有机会，可惜力量落点啊差少少，打唔死对手。进入相持阶段咧，吴志聪啊应该上风少少，咪机会咧真系落咗喺佢身上，好波啊！一记恰到好处嘅放后场，又一次追成平手，中分啊显示咗佢羽毛球智慧，21-21。吴志聪开波，短嘅又俾人调动咗，不过佢又睇得好准，结果真系出咗界，现在反超前22-21。睇佢心情啊，紧张到面青口唇白，都系发个网前短波。其实就吴志聪啊，防守相当之好，防守好之余啊，落点啊，经常令到人哋好尴尬。佢啦一直等待机会反攻，机会嚟啦，好波啊！吊后场之后上网轻轻一拨大射先，黄志聪啊扑都冇用，佢又认真接得唔抵啦，两道叫呼啊都系识唔出。吴志聪啊最终啊反败为胜，以23-21赢埋第三港，局数2-1胜出，首夺南美冠军。黄志聪啊好唔忿气，不过冇办法啦，比赛就系咁噶咯噃，自己把握唔到机会，机会就会送咗俾对手。吴志聪啊，紧张到话赢咗啊，仲未识得笑。现在咧睇下呢组嘅总成绩：第一名吴志聪，第二名黄志聪，第三名李耀明，第四名麦俊杰，第五名郑伟乐，第六名卢国文，第七名吴小豪。唔系好开心，因为呢啲控球全部都失晒波，平时都冇可能会失嗰啲都失晒。打啲高球殺波嗰啲冇曬啲殺傷力咁樣，威脅唔到人咯。因為一開頭你未發揮到咧，所以之後發揮嗰個水準都唔可以提升到最高。咁啊後屘俾人哋一路咁追嘅時候，自己嗰陣時驚唔驚咧？都有啲驚啊，跟住冷靜翻啲情緒啦。咁後屘打到丟時，其實自己嗰陣時嗰種心態點諗？會唔會覺得啊，即係自己真係會輸啦，或者真係會點樣？嗰陣時嘅心態點樣？點諗咧？諗佢仲贏丟時嗰陣時，佢仲贏我分，我諗住輸啦。但係都係聽教練講，唔好放棄啦，繼續打埋佢啦。都贏得都幾驚險啊！有冇學到嘢自己？都有嘅，即係對住啲對手唔可以放鬆嘅，一刻都唔可以放鬆。睇咗四场咁精彩嘅比赛之后，今集羽毛球特辑又告一段落啦！恭喜晒所有获奖嘅球员，下个学年我哋继续再见，拜拜。